我就把我们的小鸡让它们放在这个晒太阳的地方。怎么让它们晒太阳不要把你的院子弄坏了吗？我就把这个狗笼拿出来。狗笼呢，我就放在这里，然后给它们水，把你剩下的那些油条切成小块，加上贝壳，然后放在里头，让它们在院子里面这个样子，它们可以晒晒太阳。好，这是奶奶的小鸡。